好啦，紅褲之王最後入閘，快步速大熱門啊！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二場賽事啦。四班一六五零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嘅馬中間位置綠色衫咧就紅褲之王啊，外邊雀橋飛到走啦，咁啊快步速啊跟住一齊埋啦。內欄藍衫藍眼罩鑽石福星啊，第五位咧咁啊橙眼罩內欄迎家輝啦，出邊位置仲有紫色衫粉紅眼罩係紫菜福星啊，後邊三匹馬機緣巧合啦，內欄粉紅帽活力得勝啊，暫時殿後係嗰匹一炮成名嚟噶。好啦，過呢個咧就係千二馬嘅斷柱啦，前面就雀橋飛到大，咁啊快步速啊跟佢埋，再見到第三位埋邊，咁啊藍眼罩就係鑽石福星啦，第四位六三係紅褲之王啊，內欄第五咧都頂到歪咗個頭啦，嗰只咧就迎家輝啊，橙色眼罩嗰匹啦，響個外邊係紫菜福星啊，尾三響外邊莫雷拉走啦，機緣巧合啦，尾二活力得勝啊，大力騎噶啦，咁啊包咗落尾嘅馬依然係嗰只一炮成名嚟噶。好，你去到對面直路嘅中尾段啦，機緣巧合咧就直情自己騎咗出嚟啊，帶先噶啦，第二位雀橋飛到，第三位快步速啊，第四位嘅馬咧咁啊再見到內欄位置紅褲之王啦，咁啊內欄咧仲有呢只鑽石福星啦，綠色衫先就紅褲之王啦，響外邊尾四活力得勝，尾三粉紅眼罩紫菜福星啊，騰咗落去尾二咧，咁啊紫呢個橙色眼罩咧就迎家輝，包咗落尾嘅馬係一炮成名嚟嘅。好啦，咁啊轉正彎入直路啦，機緣巧合佔先嘅，咁啊見到外邊快步速咧就率先上嚟拍住佢追噶啦，再見到內欄嗰邊有雀橋飛到啦，第四位咧仲有鑽石福星啦，外邊紅褲之王亦都上緊嚟啊，兜到嚟最後二百米到啦，快步速外邊入邊機緣巧合，再見到入邊嘅位置咧仲有鑽石福星上緊嚟，內欄仲有雀橋飛到接近終點，外邊係快步速，中間穿上嚟鑽石福星，埋邊咧仲有雀橋飛到啊！哇，喺個窄位咧藍眼罩逐步逐步上嚟，咁外邊位置紫色衫嗰只係快步速有得影嘅，好近好近，埋邊鑽石福星，出邊快步速，第三咧埋邊就雀橋飛到，咁中間二號嗰只咧機緣巧合。啊，四定十先，如果四系大热门啊，十咧就十倍嘅影相啊。头二马钻石福星同埋快步速啊，雀橋飛到跑第三啊，八号马第四名就二号嘅机缘巧合，都有得影下，好接近啊。系啦，四号同埋十号。嗱，咩快步速大热门啊，3.2倍，好犀利啊！啲飞最尾阶段啊。系啦，睇下影唔影到啊，定系钻石福星啊？田泰安潘顿。如果是十号的话呢就冷一点，十倍的分头。影到啦，钻石福星咧，咁啊到先啊，你个马鼻位，咁啊快步速跑第二啫。
咁啊，中间捐上嚟啊，啄赢咗呢个十号嘅钻石福星。金冠豪啊，场场都有马出啊，啊赢咗呢匹先。田泰安都把握到佢一档啊，今次有啲进步喎。嗯。激爆好多飞比大热门嘅快步速啊！咁啊，即刻睇下啲预计派彩先。跑第一名系十号嘅钻石福星，独人派103蚊，位置派25.5。跑第二名系四号嘅快步速，位置派13蚊。跑第三名系八号嘅雀桥飞道，位置派61蚊。跑第四名就系二号嘅机缘巧合，连赢四搭十派159蚊。二重彩十号、四号顺序派504蚊。三重彩十号、四号、八号顺序派6569蚊。单贴就派1027蚊。位置 Q 四搭十派52.5，八搭十派267蚊，四搭八就派140.5。三拣一预计派彩胜出组合系 A 三，其他冷门派42蚊。好啦，睇翻第二场嘅巡逻影片啊。起步咁就一二三档有啲挤碰嘅，咁结果嗰隻赢家辉就夹一夹啦。另外获力得胜都係慢脚啲嘅，前面都一如大家预期㗎啦，雀桥飞到出咗嚟就撳返慢少少放啦。快步速就喺佢开面呢一路就黐住佢嘅。内栏第三呢就係头马嘅钻石福星啦。红富之王呢其实守到呢个位呢返嚟骑落去唔係太多呢，可能都要睇睇个赛后报告啊。跟住就志在福星啦，內欄就迎家輝，莫雷拉呢就好早已經走上嚟㗎喇，差唔多未轉晒對面彎呢已經呢係發力走上嚟㗎喇。咁我覺得都即係好似係咪早咗少少呢，再諗下先。跟住活力得勝啦，包尾呢一炮成名啊。呢場步速呢又係比較慢㗎，咁頭兩段夾埋都慢咗成9.0接近一秒㗎。咁所以中段莫雷拉走上去呢就合理，不過就稍微唔係好鍾意佢铲到行嚟咯，走上去咯。通常中段走都系半力姿态上，咁你直路都仲有得冲下啊嘛。你睇头先睇侧镜啦，哇，直情好似入正只有400咁，系咁大力铲上去，咁啊，结果你梗系埋攞条栏啦。咁但系翻嚟再骑落去咧，就已经灌注唔到尾啦，咁啊，披都冇嘅。嗯。咁啊，依度就前面步速慢啦。咁啊，潘顿啊，依场啊醒翻啦吓，起码都唔输蚀啦，落山一齐走咯，起码咬住你个前领马入直路。咁啊，第二位。不過回到嚟緊一影輸咧，就又係輸緊啲運嘅。咁啊，頭馬專係縮升咧，就真係慳啦，一檔幫到手。咁啊，趁你前面嗰扎一低咧，我中啲時啊，逐步壓上嚟，啄贏埋你。咁啊，有啲失望咧，就只係縮升啦，佢成唔係好衝嘅。咁啊，其他馬都唔紅虎之王咯，又係有啲失望噶。咁啊，第二場賽事到福榜完畢。位置 Q 派彩，四搭十派52.5，八搭十派267蚊，四搭八派140.5。三拣一派彩，胜出组合系 A 三，其他冷门派42蚊。二重彩，十号、四号顺序派504蚊。四连环，二号、四号、八号、十号派850蚊。四重彩十号、四号、八号、二号顺序派22,080蚊。孖宝派彩头关八号、尾关十号派910蚊，头关八号、尾关四号派107.5。分段时间：头段18:28，第段24:57，第三段23:09，末段23:34。赛前程时间1分39秒28。